问题让青辅会主委王玉婷这么尴尬。你想，请问王主委，你结婚没？还没，还没结婚，你看你都不良示范呐、啊！是深切检讨。哇，以前忙于工作，哎，忙于工作，适合对象就是就如果我也有好合适合对象，也欢迎介绍。哦，主席他也需要，我们会一起努力。38岁适婚年龄，王玉婷突如其来被催婚，好像有点招架不住，频频摇头叹气。我们也很想嫁了哈，但是真的是期待有缘人啊。在这4年的立委是那个嫁给立法院。